家里头，那么阮金舞台特别节目呢，这个民谣时间呢，为你安排这个古早的四句人代替本村闹听，也搁有吼，为着要增加较闹热的气氛，阮特别邀请着民谣的神角者，翠娥前辈，前辈出门拢安尼，安尼比较较顶道。恭喜大家发财，也搁有歌剧团小姐来了，祝咱大家万事如意。特别邀请两位来给阮助阵。啊，咱今仔的唱法无同款，就是直接的，一人唱一句，好，一人唱一句安尼。好，来了，下咱先的，甲下落去呀。江心春光美，高家山天映心美，美女江照在满地，美女心家心气上，男女老幼拢共享，马到心痛第一样，迎接新春喜洋洋。就甲唱落去。关系这款过年的风俗，这你知无？我紧，我问老大，你敢知？哎，拜托的吼，老大卡卖叫嘞，我已经真久无做老大，做老大出门都爱请人，爱开真侪钱，我唔肯。我这个人，我煞袂记你这个磕磕头啦，太细吼，内底我较幼气，我较唔慢啦。无恁啦，莫安尼啦，阿无前辈，先多多指教。前辈是唔敢当啦。伊若讲比恁较时大，捌比恁较侪代志吼，这是确实的。对啦，你着莫客气嘛。你无听人伫咧讲，啊，你过桥比阮行路较侪，对无？啊，若食汤嘛比阮食饭较侪。无喏，嗯，阿娇，咱敢毋是讲吼，迄个食盐较侪，食饭。啊，煞毋知新家里头，啊，咱若讲糖较甜嘛，莫讲盐啦，盐不咸嘛。啊，你好啦，咱规矩拢来讲较甜的，啊来唱较甜的。安尼好，安尼来唱咯，先过唱啦。来，我，好，甲唱。春做生林冬过糖，糕啊糖酸白听长。用酒喝喝酒汤，红粿桌顶摆甜粿，大鸡汤又倒半锅，一对红烧庆新会，饭春花粿菜瓜粿，枝树点起结红菜。Bye.
是有影。哦，咱今过年新春特别节目，咱唱这个民谣，正常是安尼，足有人情味，搁解乡土。嘿，对。是啊，这就是咱中国人吼，上解经济，上解实惠，啊嘛上解有过年的这个气氛。嗯，对，咱的过年风俗真多，啊，不过禁忌嘛真多了。今日是正月初二，当外家也是最头家，风俗也真多。对，各位乡亲啊，你若要知影这个风俗哦，啊，较等下爱继续听哦。对啦，啊，等下就会记你收看阮后半段的《金舞台》。正月初一，人有足侪禁忌哦，袂用上妈，袂用去冤家，袂用去弄破物件。伊若唔拄啊弄破物件时阵，咱老公见讲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。啊，即啰上普通诶啦，禁忌诶还阁有足侪，你毋捌。啊，无咱规日用唱诶，唱互观众朋友听讲。安尼好，甲唱。唱落去啊。社会吼，啊连砖卡吼，啊搁刀子吼，即摆拢用水倒水咧。哎，前辈啊，啊迄古，迄砖卡的古井是拢甲吞完去啊哈？无咯，砖卡的古井还搁足侪滴个啦。啊，只是讲吼，工业社会，大家人吼，即摆已经拢袂记得一项代志，就是讲，咱古早若过年吼，啊都爱买较侪金纸，啊去藏伫个迄个古井边，这原来是风俗。嘿，啊若像即摆了。哇！离水迄种诶，迄敢爱摆金纸哈？当然嘛是爱，既然敢有古迹，当然就有古迹型咧。咱即礼数拢嘛爱照摆。哦，就是安尼哦。啊，对，啊今仔日吼是正月初二咧，做灯客啊嘛是做头家呢。好。即马归起来唱，当外家甲做艺啦。你说起诶。我不是小气，我做幼气的。幼气，你托起幼气，幼气。嗨，你先唱。来唱歌。Bye.
庙公咧讲吼，每年吼，诶人吼，想买诶人吼，就是犯太岁哦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恁都爱注意听，就是讲一岁。啊，甲十三、二五、三十七、四十九、六十一、七十三、八十五、九十七。你这是咧报名牌哦？啊，这是多好啊！这个来，这个来，这个来。哎呀，什么我咧报名牌咯？我即马是咧讲，这年岁的人拢是想买犯太岁。安尼哦，哎呦，那安尼遐尼啊，拄啊好，阮家有两只买呢。啊，那咧犯太岁要安怎哈？犯太岁哦，嘿。那照咱这个中国的这个古历嘛。我规矩用唱的较明啦。好来。唱到这，